原标题：春秋时期最著名弑君案的背后，激励着文天祥从容殉国，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。孤人曰浩然，佩乎哉苍冥。王穆当清夷，寒河土凝亭。时琼杰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在七太时节，在晋董古笔。以上这十二句诗是文天祥政绩歌中的前十二句，在七太时节，在晋董古笔。这两句诗歌颂了春秋时期的齐晋两国史官不畏强权，秉履直书权臣弑君的浩然正气。文天祥引用此二则典故，就是要以晋董狐与齐太史为楷模。在晋董狐笔，是指晋国史官董狐直书赵盾弑君一事，今写不表。而单表另一则弑君案及齐太史简的背后故事情节，缘起春秋末期齐国大夫崔杼弑好武，史称崔武子，在齐家陈东古演的陪同上去吊唁唐公之死。崔杼见唐公的遗孀唐姜，也称东郭姜，东郭演的姐姐十分美貌，便通过东郭演要娶其姐东郭姜为妻。东郭演说道：男女变性，姬晕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可。当初齐丁公的嫡子季子让国无叔以齐也公，而就食无崔邑，其后便以崔为氏。而东郭氏乃原无齐桓公之后，崔氏与东郭氏都原无齐国公室，故按理不该婚配。而崔杼早已经色欲熏心，全然不顾及同宗不得为婚的禁忌，强娶了东郭姜为继室，并生有一子崔明。而齐庄公也听闻了东郭姜的美貌，便与东郭姜私通，齐庄公与东郭姜也系同宗，多次去崔杼的家里，还把崔杼的帽子赏赐给别人。崔杼非常恼怒，后称并不上朝。经过前548年夏五月乙亥，齐庄公去探望崔杼，意在东郭姜，前去调戏东郭姜。东郭姜寻机进入内室，趁机将室门关上了。齐庄公仍然不知，倚着柱子唱起了情歌。而此时齐庄公的亲随宦官贾举，齐庄公曾鞭挞过贾举，故贾举与崔杼相勾结，将齐庄公的侍从武士都拦着了崔宅的院门之外，并将院门关闭。崔氏家丁手执兵器一拥而上，齐庄公请求和解，未获批准，请求与崔氏盟约，也未获许，请求回到宗庙自尽，也未获许，请求与崔杼相见。崔氏家丁回答道：您的臣子崔杼已经病重了，不能再听从您的命令了，我们奉命捉拿淫贼，未知有其他命令。齐庄公想翻墙逃跑，被崔氏家丁射中大腿而跌落下来，于是崔氏家丁一拥而上，杀了齐庄公，并趁机诛杀了齐庄公的众多侍从武士。而齐国贤大夫晏婴站在崔府门外，崔氏家丁上前问道：您打算为殉死吗？晏婴道：难道他是我一人的国君吗？崔氏家丁又问：那您打算逃亡吗？晏婴道：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？我要逃亡。崔氏家丁又问：那您打算回去吗？晏婴道：国君死了，又回到哪里呢？国君为社稷而死，则为其殉死；国君为社稷而流亡，则跟随他流亡；国君为自己的私欲而死，那么如果不是他的私逆宠臣，谁又能为他而死呢？在崔府的大门打开后，晏婴进了崔府，对着齐庄公的遗体痛哭了一番，便离开了。有人劝崔杼杀了晏婴，崔杼回答道：晏婴有名望，放了他可以得到民心。杀时崔杼拥立了齐庄公的一亩地楚就为君，视为齐景公，自己担任了右相，庆封担任了左相，并逼迫了齐国诸大夫盟约。齐国的太史伯特简道：夏五月乙亥，崔杼是齐君，
崔杼大怒，杀了太史伯，而招来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，让其把齐庄公的死因归乌疾病而亡。可太史仲仍客道：下五月有害，崔杼是欺君，崔杼便又杀了太史仲，又招来太史伯的三弟太史叔，让其再重新客。太史叔仍输如旧，崔杼又杀了太史叔，接着招来了太史伯的最小的弟弟太史季，逼迫他要以他的三位哥哥为戒。太史季年纪虽小，可仍然不为所动，仍说下五岳已害，崔杼是欺君。面对着太史是一门的前赴后继，崔杼毫无办法，内心开始颤抖，便放了太史季。而齐国南史氏听闻太史是一门被杀，便持简欲往，欲太史季之以术乃还。崔氏结局，崔杼立崔明东郭姜所生为宗子，而以东郭姜的弟弟东郭衍及东郭姜与其前夫所生子唐吴九辅佐崔明。崔杼其原配所生子崔成、崔强便请求将崔义封给他们。崔杼感觉对其兄弟俩有所亏欠，便答应了。而东郭衍与唐无咎却不同意，因为崔义乃崔氏之宗义，如果将崔义赐给了崔成、崔强，那崔明还算什么崔氏宗子？于是崔成、崔强兄弟俩十分恼怒，私自发兵攻打东郭衍与唐无咎，并杀掉了东郭衍与唐无咎。崔杼不能控制，就请求庆封帮忙收拾，庆封答允了，发兵攻打崔成、崔强，不但杀了崔成、崔强，而且趁机灭了崔氏一门，掠夺了崔氏的全部的人口和财物。东郭姜闻变，自缢而亡，但崔明不在家，幸免于难。崔杼回到家，才知道被庆封所卖，其家已被洗劫一空，爱妻自缢，崔明下落不明，便也自杀了。崔明后回到家里，安葬了家人后，出奔到鲁国去了。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崔鲁李政为我国北方的四大望族。此崔氏及崔明之后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